我用了西斯蜜大概半年之后，我就把粉甩了。这个是我大概就是生完小孩，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间。对，那其实那时候我真的吓到了，因为想说天哪，我怎么才生个孩子，整个人像老了十岁一样。其实我大概从学生时期，差不多十八岁以来，我一直都是那种很容易长痘痘，还有内包粉刺。对，然后是直到我大概一直大概三年前差不多，我那时候怀孕之后呢，皮肤有比较好一点，可是面临到了就是暗沉，而且我觉得最可怕是，我生完小孩之后，整个皮肤变得很松垮，真的很恐怖，就是瞬间真的好像就变成像黄脸婆一样。其实我那时候大概用一个星期，我就很有感觉。对，因为其实有时候我那时候还记得，我一开始用一号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怎么会有一个洗脸的产品可以把皮肤洗得这么干净，而且很舒服，对，又不会干涩，摸起来还是那种很滑、很嫩的感觉。然后因为我皮肤很干嘛，因为我生完小孩之后，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干。那我很喜欢，就是我用二号还有六号，因为它的保湿度很高。我是直到遇到西斯蜜之后，才一个礼拜，我的皮肤就变得很保湿。那我很开心，就是我用西斯蜜，大概那时候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，我的皮肤就变得很有弹性。那我现在是用了大概两年多，对，那很多人都看不出来我已经是一个妈妈。因为我以前就是都需要上粉我才敢出门，我用了西斯蜜大概半年之后，我就把粉甩了。对，就现在不上粉也可以很漂亮出门，而且连我身边的朋友然后家人，他们就哇，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么透亮。完全没有上粉，